io sono solo con te. Sogno immerso in una tazza di tè. Ma che caldo qua dentro. Ma che bello il momento.Sono con te, non so più chi sono perché io ti tengo qua dentro con me.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开车载我。啊，蛙哥他们找我来吗？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在来接你的路上了。啊。好，我们直接过去接他。是他们吗？靠边，靠边，这么快到？到了啊！来了。Hello。嗨嗨嗨嗨！你好，你好。一个人我们一个人记得只是一种选择是不是一个人舍得 Hello 你好你好你先上吧你先上吧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华哥你好哇我们的新朋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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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终于见到本人好那我们先把你送到我们住的地方还是说你想现在罗马市兜一圈因为那个我们时间也还早太阳也没下山可以啊好你坐好了哈你看前面这边就是我们前天来过的兜售场对你看这边是西班牙大台阶儿哎呀呀，到了，喝点东西呗，坐会儿呗，好，坐一会儿，坐会儿，好。哎，我坐这里去吧。八哥挨着我，对，因为我俩太熟了，我不想跟他面对面，我们要看一看新朋友，是不是？好像我听他们说，就是你们一起旅行也蛮多天了。那你们觉得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最聪明就这样。嗯哼，对，把这个很大的问题丢出来，我们起码要讲10分钟，然后让我们回答，然后他可以休息。没有，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认识你们。八哥已经变坏了。我先说说八哥吧，他其实是一个，很可怕这个人，很可怕这个人，可怕，他能做到的事情，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他绝对是一个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因为我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把他的那一套标准应用在我的身上。我是一个咋说呢，特别不自律的人。不，我很懒。我也希望在这一段这个旅途当中，他能把我带我走上正道。其实他有这样的习惯，晚上很晚睡觉。晚睡晚起。然后你就错过了早上这么美好日出的时间，还不吃早饭，那我就已经开始慢慢感染他，我已经可以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了，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一步一步的在往好的地方去发展。对，我跟蛙哥其实有点要应该互补，他是有什么事儿就是我们要干嘛，然后现在我就直勾勾冲这个目标去，我呢是没有目标，我本来就散漫，我可能往这儿看看，往那儿转转，对，现在我俩结合一下，就是再找到目标折中一点，还能愿意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就是不要那么快到达终点，哪怕走一点绕路，对啊，但是搞不好那边有东西好看呢，对啊，对。
猴可能就要飞走了。啊？对，我明天飞。你刚刚才说你恋恋依依不舍，但是没办法，机票定了明天的。今天就是我们辞旧迎新晚会。对对对，辞旧迎新晚会。辞旧迎新晚会。今天新生来了，然后毕业生已经毕业了。因为他陪我们这三天旅程里边，他可能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就不舍得走是吧？猴可能觉得是我们这三天有点过得太不真实了。因为毕竟咱们这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干嘛我们干嘛，然后到了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干，真的是真的是这样。作为一名演员吧，就来参加我这个节目，就一开始会有点小的这种负担或压力，因为你会觉得好像你还得在镜头面前要有一些表现。真正来我们这个节目啊，反而挺喜欢的，因为就这三天你没有什么压力，其实你想看什么想观察什么都可以比较自由。这个是什么建筑啊？这个哎，这个树是不是在当地有名，是叫什么罗马松？确实很美啊，感觉到处都是古迹。好，我们许愿吧。好吧，许一个。其实我们真的就是不想所谓漫游里面能发现什么出来，可能那天都没发生事情也不一定，本来人生就不一定每天都这么精彩。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不是每一趟旅行每一天都一定有让你精彩的瞬间。华哥，我们明天去哪里啊？那个佩鲁贾，佩鲁贾。